因为我们工作比较忙，有的时候晚上很晚才下班。给女儿打视频呢，她已经睡着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。下班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看回放啊，看看她一天的日常啊。我们稍微有点时间的时候，就会呢，对着摄像头，跟我们孩子聊天啊。有时候聊完就要去上班，孩子以为我们还在那里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就对着摄像头喊我们，我们也没听到，所以有时候下完班回家看回放呢，就看到他在那里喊。作为父母呢，我们看了回放之后呢，也很心酸，但是我们也很无奈。我们也想多陪陪孩子，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办法。我们可以在老家打工，但是老家的工资很低，不够养家，我们只能去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工作。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家庭，我希望经过我家这个孩子的社会的影响力，我们的媒体朋友包括政府能够关心一下社会上的留守儿童的情况。在这里我非常的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